生生，我进来了，打电话不方便吗？非要用这个语音聊天室。我上车啦，我回宿舍再和你说。哎，你先别挂，接着说呗。前两天你哥生日吃的那顿咋样？哇塞，那个胡椒猪肚鸡超级好吃，我发誓市一旁的那一家绝对能列上猪肚鸡火锅前三。你怎么不说话啊？这是一道广东客家的名菜，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自己在家做。姜青瓷，真的是姜青瓷，他怎么会在我的语音房间？突然想吃猪肚鸡了，市一旁边那家，听说好吃。那你是怎么知道他的？当时是一个游戏发宣传视频，我正好打开那个宣传视频，一听命中。哎，他声音什么样子啊？他声音真的特别戳我。嗯，他声音可好听了。那他本人呢？长什么样？没见过。没人见过，从不露脸。生生慢。枪青瓷到底发展到哪一步啦？啊，你们都关小凡间密会了，你怕被他粉丝爆头啊？你俩在加密房间私会了？只是唱了首歌，还在加密房间一对一唱歌？我提议先出一首曲子当做预热。那就定盛世吧，其中的一个让生生慢来唱。方便加个微信吗？这是我的，抱歉，我先走了。我倾城，枪青瓷老师，我是生生慢。听说我们生生有绯闻了。嗯，完美配音的那位。嗯，就是刚听说的时候大家都吓了一跳。是啊，网上都说你抱大腿，借着十周年庆勾搭枪金词。如果网络上的语言让你不开心了，关上电脑他就什么都不是。我听绝美说你会乐器。枪老师想听我边弹边唱吗？如果你方便的话。这回穆老师啊，千年铁树可是要开花了。如果大本命枪青瓷跟转发并自曝最爱谁的声音，我愿意此微博下留言的每个人都寄一盒好吃巧克力。破费了。
你万年酸奶控啊？生生你好，我是江青瓷。是怎样的表情让我沉迷？我有一个提议，你们既然互相都这么爱对方的声音，那不如就现场合作一首怎么样？也可以啊，就当是给粉丝的情人节礼物吧。对对对，这马上情人节了，过完年就是情人节。那与君归可以吗？就这首吧。楼中数笔，柳上林全赋，眼倦两生，誓与君同归。他竟然加了一段念白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完美。我是说你唱的部分和念白都非常的完美。谢谢。你好像很喜欢讲菜谱。想听实话吗？想。其实是不知道和你说什么，好像说这些你不是很排斥。当然不排斥，而且很喜欢。每次你讲我都会认真记下来，想着以后有机会可以试一试。是吗？那还算有点用。到家了。到家就好，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。怎么好像忽然变得很熟，还报备行程？刚才送一个小姑娘回学校，让我想起过去一直循环听的歌。照片是咱学校，歌词里有深深慢，这是他的母校。哦，人家就是对你一点意思没有。二十几站公交车坐回来是因为礼貌，发微博是因为母校，歌词对得上那是意外，纯属一个意外。那是我母校，难得回去拍了张照片。母校母校母校。有个游戏嘉年华，想不想去？好，那好，周日我去接你。好，周日。周日，2月14，情人节。大家都在那里碰头吗？只有我和你。要不要记下我的电话号码？万一一会儿人多挤散了，比较容易能找到。两位情人节快乐！谢谢。对不起，没事，没事吧？您看你女朋友喜欢哪个角色，我可以帮你们找一套情侣款。顾生是女朋友是吧？你该说不说啊，咱们墨家的媳妇真是没有差。想我签什么？祝百年好合吗？什么呀？要写早生贵子。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
生生慢，你要淡定，淡定。生生慢，我很喜欢你。次数没什么关系。万一不合适呢？万一合适。我也知道结局。对吗？晚上吃什么？我今天还有一节课，晚上才能回家。是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乖，陪你上课，让我吃饭，让我回家。你过去约会都干什么？我们约过会，真的，真的。嗯，你呢？我也是，我和你一样，没有约过会。我家偶像哪点比不上他？哎，你们来了。哦。你们怎么也来了？走掉说没钱吃饭，我们过来送饭。这位是走掉，你朋友啊？我朋友。那我再认真说一遍，我是认真的。不管是羌青瓷还是墨倾城，都是认真的。我就是觉得好像在做梦，还没有习惯，没经验。我也是认真的。哎，你说你跟这生生慢一共才见了几次面，你就开始追人家了，是不是太冲动了？我觉得感情这种事儿啊，他得慢慢来，互相了解，知道吧？你得了解他三观是不是啊？什么爱情观什么样啊，价值观什么样啊，人生观什么样，都得了解清楚了。而且你还要了解他对父母什么态度，对小朋友什么态度，对小动物什么态度，不能太冲动了，知道吗？你不仅要知道他喜欢什么，还要了解他不喜欢什么。你要看看他是不是不喜欢那种太壮的，是不是不喜欢大眼皮小眼睛的，
是不是不喜欢那种年纪太大的呀？你是不是你是不是看上谁了？嗯，小子掉了，我来帮你。嗯。好了。谢谢。头发挂在表上了，你别动，我帮你解开。哦，帮忙关门吗，二位？你先帮我把灯打开。啊。啊，这家鲜肉月饼超有名的，每天都这么多人排队。是啊。想吃吗？我请你。嗯，不过就是要排一会儿，没事吧？没关系啊，我今天休息。那我们排队。我爸，圣圣，有危险！谁谁不好意思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那你帮个忙，我哎呀，算了，走，你去。啊，遇见。想很想你，如读懂一幅画外音，读懂你的悲喜，一遍遍日久。要不要认识？我想加你一个微信。不方便。不方便算了，结账吧，我明天再来。哦，去那边买东西。嗯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发那首歌？余俊贵吗？我觉得太高调了，不好意思。是哪一个？啊，这儿，就是这栋了，从那个蓝色的门进去就是，这一栋就是我家。哦，刘正，刘正是你吗？啊，是我哥。你站那干嘛呢？那人谁啊？哎呀，刚好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你那个粉丝走掉。是不是？怎么？隔壁师兄。你好，我是江青瓷。我和这小兄弟有过一面之缘。对，一面之缘。走掉。啊！我怎么没想到你们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我在想，我们可以正式的开始认识对方吗？啊？怎么认识啊？我今年29岁。我22。我是12月14号出生的。终于知道你是哪一天生的了，网上都查不到资料，你也不过生日，所以没有人知道，大家还都在猜你的星座是什么。是吗？嗯。啊，我是3月20号。你知道？双鱼座。自己的女朋友总要提前做好功课。
夜来人静，稍等会儿啊，马上就好。他看一白影暗淡的云中月，想天快亮了。睁眼时朱红木门敞开着，外头一个人没有，却有着清晨那种热闹的嘈杂的烟火气。百花深处，他的烟火人间。一天交代你们点事儿，你们什么时候来了？我刚来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五一假期，杨硕见。杨硕？开玩笑呢吧？去杨硕办活动啊？对啊。还不知道怎么跟家里说呢，万一不同意怎么办啊？我不同意。对，我也不同意。以前总听说山水甲天下，无法体会，太美了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帮你拍张照。嗯，好。来，摆个姿势，拍了。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拍？好。要不你靠过来点。等一下，这张我没有笑好，重新来。哎，莫倾城，你想不想和我拍了？你等一下，你别拍了。用镜头。别人谈恋爱看多了，总该是有些麻木的。这看腔念词谈恋爱，越看越来劲的。你让绝美找一些话题和跟小新聊一会儿呗。小新一个人坐着，身边的人不说话，多尴尬。我觉得thank you.
曾经破碎了别离，相思从南极千万里，萧瑟生命不融化，换作镜中花，难敌你手掌一盏清茶，我们却捧起美，将前尘饮下，相伴共朝夕，粼粼在山河天涯，霜白了千发，放眼望人间，何以为家？不敢认。照镜中人影成双，与君归去。不上台穿这么正式。10周年，不一样。快要回去了，什么感受？感受？嗯。嗯，忽然想结婚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程程，他们这边结婚穿什么？我没问，你要租吗？我这孤家寡人的，当然是替某人问的。悄悄的问你一个问题。嗯，你问。我好看吗？嗯。渣男，以前还好，后来有了点名气，现在开始各种花女生。告诉你，我们是正常恋爱分手。人渣，人渣！动手了！你不怕？我喜欢你的声音多过喜欢你这个人吗？你喜欢我哪一部分？不都是在喜欢我吗？喜欢声音也没什么不好啊，总好过没有任何地方吸引你吧。很想很想你。录了10首，
都是辜负的。你平时拿着慢慢听，只有你有。奖励你吧。就一颗草莓啊。嗯，那我明天给你拿好多好多零食。这草莓不错。甜。如果说你有个朋友，他约你去书店买书，但约的是郊区书店，这是为什么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追你呗。对你有点那啥吧。玲珑剔透来这里。蝉茧，生生你好，我是玲珑剔透。都说等会儿那检查能看见小孩那个小手小脚，可好玩了，看把你高兴的。哎，姐，你快看。这生生怎么来妇产科来了？下去百年与共一朝一夕，如同云滴雪天下雨，你低唱的时候我动了心，从此耳畔你照镜中我已成双一曲。帮我开个门。生生，开门。你怎么来了？快进去，快进去。快进来。我来。我先开灯。哇，你傻了？哇，好香多谢。对呀，好多好多谢。煮好了。哇，来给我。哇，你随便一坐就让这么有食欲，以后我们开一个餐馆吧。就是小馆子那种，没几张桌子，我敢担保网上排队肯定得排到几个月之后。好啊，你当老板娘。生生啊，
你跟那个小莫医生相处的好不好啊？好，特别好。啊，好好好，哪天带回来让外公瞧瞧啊。外公这眼睛别看小，看人可准了，尤其看同行。你放心了，外公也就放心了，大家都放心了。啊，嗯，不着急，下次有机会。好好，行行。外公坐。好好好。哎呦。谢谢你啊，对我的家人们这么好。你的家人就是我的。想象过的你是怎样的表情，让我沉迷。我想这次做个告别，退居幕后。你不能这么突然吧？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关系吧，我总是在拒绝着各种策划，有一些是老朋友的，有一些是新人的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难做到公平对待吧。人情世故在所难免，所以我想正式告别一下，这样也能给新人一些机会，对老朋友你有个交代。如果有一天向青瓷退圈了，你怎么看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没有了向青瓷，你还喜欢我吗？当然喜欢了，但这和我喜不喜欢你没关系。当然有关系了，你不是之前问过我怕不怕你喜欢声音胜过喜欢我这个人？正经的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刚才的话。认真的。要退居幕后了。我理解。就像我有一天要是不用生生慢了，你肯定也不会有任何的意见，对吧？谢谢。来，快死。这叫情绪反复。情绪反复。嗯。作为枪青瓷的粉丝，我有合理正当的身份情绪反复。你对我来说不只是莫倾城，还是江青瓷。我喜欢江青瓷可比喜欢莫倾城早多了。
那看来我要跟网上那个账号好好聊一聊了。你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其实不擅长说，所以我很少在网上说话。但其实我想说的很多，我也会舍不得。江青瓷，无论伤心还是难过，生生慢。莫医生，还有一个，要加号吗？嗯，是啊。可是我已经下班了，要陪女朋友的。嗯，那我就只能等下一次了。啊，好吧，那就加一个吧。啊，谢谢医生。说吧，哪里不舒服？我家里有几个哥哥。哎呦，他们从小就特别护着我，不让我谈恋爱。见家长这种事儿啊，交给你男朋友处理就好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吃好、喝好、睡好。外公。这位是莫倾城。外公，我们俩认识就是从他写歌认识的，我算是他一个不知名的小粉丝吧。刚刚你在楼下说的都不是真的。什么？你是我的粉丝？你不怕以后被拆穿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你们都是假的。未必。那天你最后唱的那首歌特别好听。喜欢。嗯，你清唱一个吧。好。渡头桥外，芳草连绵，晚岁山，百年梦去，烟来烟还，烟何转？早醒此生都在梦，醉醒几时已恍然，故人间相逢已别离难。Hey.
千万个朝夕从何说起，描摹一笔山间雨点外星，一点一滴勾勒出昨日惊喜，和眉眼如画的你共同写意，漫过山峰的雨雾静静，思绪看不厌走不倦的曾经，这一路千里共繁星，我共你走下去，百年与共一朝一夕，如同云滴是天下雨，你低唱的时候我动了心，从此耳畔一更心三更雨，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，你想喝可乐吗？你想喝吗？想不想即使我晚上加班不在，你也能睡到我们的床上，等着我天亮回来。想不想每天都能听到我的声音，从今以后只有你和我，我只会做饭给我的老婆吃。哪有人在床上求那什么？求婚。我下午的飞机要去阳朔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他们约了要拍照呢，他们等着我呢。哦，行，那我先自己回去收了啊。那我回宿舍收东西了。早就收拾好了。嗯，你家莫老师早就安排好，就怕来不及。忘了说件事。怎么了？我在录音棚旁边买了一套房子。啊？那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从看房子开始还是有念头开始？有念头。两年前，从我第一次跟你说想跟你结婚开始。这么早啊？工作忙嘛，陆陆续续的看了很长时间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，爱情长跑。我会负责的，负责大的。
很想很想你，如读懂一幅画外音，读懂你的悲喜。生生你好，我是江青瓷。生生们，真的是江青瓷。生生，生生叫你呢。在，我在。生生比我入圈早，他一早就是江青瓷粉丝了。刚才在睡觉吗？嗯。无声。他声音真的特别出名，那他本人呢？没人见过，从不露脸。晚安。根本没办法淡定，好吗？你跟昌青瓷到底发展到哪一步啦？大火翻炒，放花生米还有葱花，立刻就开始出锅了。我总觉得昌青瓷他对你有意思。绝对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你就一点儿都不好奇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 I keep waiting for you。早就认识了，就你声音我记得，就算过几年再听也能认得出来。我们因为声音相知，因为声音相识，因为声音相爱。想你，嗯，有多想。今天试了一道菜，用蒜蓉和辣椒粒爆香，立刻就可以出锅了。江青瓷，专业配音演员。他可是你这么多年的偶像。我觉得好像在做梦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你也觉得这首歌好听吧？程代某这个人是没有名字，也没有作者信息。你的声音我记得，很特别，就算过几年再听，也能认得出来。我算是那个不知名的小粉丝吧。你是我的粉丝，你不怕以后被拆穿？咱们这边不是挺慢热的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想发展吗？这回穆老师啊，千年铁树可是要开花了。你不怕我喜欢你的声音多过喜欢你这个人吗？不开始就不会知道结局。嗯，你想亲我啊？习惯了每天都可以见到，还有面对面说晚安。生生，啊！想不想每天都能听到我的声音？不管多晚，我都能哄到你睡着。按说看别人谈恋爱看多了，总该是有些麻木了。这看江青瓷谈恋爱，越看越来劲呢。江青瓷，商沛的名人。江水两岸一时无主，南境大乱。他的声音一听命中。咱们完美三大王牌，三类人。江青瓷跟谁都不太交流。江青瓷这一辈子的口才都用来哄申生曼。做我女朋友吧，我认真的。绝美呢，感觉跟谁都有点意思。如果一个女孩她喜欢一个男生的话，她会主动跟他联系吗？我就喜欢他脸皮薄嘴硬的样子。风雅颂跟谁都是朋友，但感觉跟谁都不来电。刚认识你的时候怎么想你都不会喜欢我。那个我其实如果有一天
江青瓷退圈了，你怎么看？有的人因为倦了，有的人因为是非，也有的人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工作，都会陆续离开的。江青瓷无论伤心还是难过，生生慢都会陪你的。你对我来说不只是江青，莫倾城，生生们，我爱你。完美配音十周年，加油！驱除外族，永修战乱。现在好像一场梦。祝我们大家永远都没有散场的一天。你再说一次，那天你在录音棚说过的话。生生你好，我是江青瓷。每种声音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，而我们是声音最亲密的伙伴。我和他的爱情，一个一听命中的故事。我好了，强老师。你可以叫我江青瓷，也可以叫我莫倾城。声音的共振，心跳的同频，我们以热爱奔赴这场爱与梦之旅。日食不过三餐，我们用美食延续生活的情怀。如果说追逐热爱是一场冒险，哇，因为有彼此相伴，我们无所畏惧，且歌且行。我们用声音演绎，加油！他们用影像呈现。为了一瞬间的灿烂，他们以热爱之名全力奔赴。老潘，老潘，这个音啊，拉走。来，再来一个，从头来，从头来，从头来。每一个认真工作的瞬间，我们都闪闪发光。就一遍遍试，直到试到不出错。愿我们星辰作伴，奔赴下一场山海。这世界有很多的声音，有些能让你安静下来，比如这些鸟叫和虫鸣；有一些会让你一听命中，比如你的声音。每每听到这个声音，就会让我想起你身上淡淡的桂花香气。每每听到这个声音，会让我想起你做的菜和说过的话。你的声音像夏天吹过竹林的风，温柔又坚定。你的声音像天空，因为蓝和白是我最喜欢的色彩。这是我在想你的声音。你听到了吗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好吧。
你有大问题。Tomorrow。下边更好看，下边好看一点，我的假发片都用，我的假发片都用。谁来拯救一下我？哎。你坐在车开是吧？你就这俩。先生和智识莫老师会。殿下，按下奏曲。等会儿，咱俩先贴一下，不能再贴了。哈哈哈！一靠近你，就说完话，你说完话，他可以放下。就是我说高潮那个，不是前奏，需要前奏。高潮，来，总好过没有任何地方吸引你。看他还睁着眼睛，你笑一下。嗯，哎，接受了。为什么一个眼睛都不睁开的感觉？咋的呀？你是为音乐而生，音乐之子。你为什么自己嘴巴要撅一下？三叔啊，咱们唱戏嘞。哎，我不要给他吃。他有什么毛病？人家给我吃，你还不让人家给我吃？他怎么能抢了我的工作呢？
你看，哇！没关系，我没钱。反正我觉得你没问题，你是最好的。来，你能不挠头他头吗？挠，你别挠他头，你刚才挠。你就摸一下就很对，往头顶走一点，往头顶走一点，哎哎，再下走一点，哎，好，这样，往后面一点，后脑勺，哎，差不多这样，哎，摸一下就放下来了，好自然一点啊，放下来，背。两个嘴唇啊，咬一下明白。我现在这么围着嘴动。就那个王可他听来了，啪猛地抬头往那边一看，你机位就在这儿。你刚我跟他说什么，他一个虚，然后你就慢慢往后退刚才那个，就不要再下去了。我们再来一条呗。再来一条。我看他脸怎么那么白，很冷。亲着，哦，亲到缺氧。当这么多人面的亲嘴，因为到时候亲上亿观众要看的，怕啥呀？来吧。啊，你啊，再来个，来，你啊，现在在假啊。我会放来，我知道了，我来找你。你的新娘今天美吗？来我输了，我输了，明明这个都看起来谁输了。好痛啊！下面请欣赏周正更小心快问快答。他周正最骄傲的身体部位是哪里？
手机。都可以。你这是什么？就是都可以的意思。对，都可以。对 ，everything。周深目前最珍贵的财产是什么？我不怎么会知道。财产。周正。银行卡里的钱。小野，是吧？你看他在数。可以、啊，数完了，88个。你们这是啥玩意儿？对啊，数完了，来接着问。接下来看周正当自强 ，show time。长发。长发。长发。笑起来好看还是冷酷无情？笑起来好看。笑起来好看。化妆还是化妆？化妆。请大家喜欢龚小庆，周正，来，他。